不是，我住在上海，是国庆节，然后出来转一下。嗯。Thank you.
大概就说能维持多少呢？温饱一个状态。
哎，中国人真的好爽。下面有些蛇英俊，看得差不多了啊，五条，二次元骗人不算，就光是这是三次元的男人，也够五个了。啊，但是。
Thank you.
没有，他看不到，这连着吧。等一会儿，你要跟着大部队走的呀，你不能分。啊！往上走，往上走。你等一会儿，慢点。
没走啊？
进来了。好，感谢。开到宁波，宁波回来，那晚上之后就去宁波。下个月吧，能还完吗？
但有可能人家国内也好收钞票，也有可能。中国不管，人家有的，中国的，中国的。